替我追。的四大杀手，连妇孺都不放过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莫非阁下就是江湖上传闻的天蟾谷长老独孤仲？大哥，他好像受伤了，我们合力一定能杀了他。这款适合您，这款款式新，用料足。这大红色我用好看吗？好看呀，美女天生丽质，用啥颜色都好看。那是，在这方圆百里呀、啊，我要是敢称第二美，没人敢称第一。那可不是吗？多少一两？只要10文钱。给你20文。谢谢美女。小美女，快点！小美女，别扔了！小美女，去哪儿啊？小美人就在这儿，是在喊我吗？你过来，哎你！小美人，小美女，快点！哎呀，别跑啊！你别跑啊！这家不美吗？跑不了了吧你？来吧！哎呀，小美人儿，别碰我！走开！哎呀，走开！小美人儿，走开！
还挺闪亮。住手！你谁呀？尘世变幻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大侠，我就是大侠。都说啥？他是大侠。大侠？傻子吗？我说你跑什么呀？我们才刚刚占了上风啊！啊，我大人大量，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怎么每次见你，你都在挨打，真是不长见识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不惯，他们总是欺负人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大侠。哎，啊，你大侠？你可拉倒吧！哎，刚才你那两句文绉绉的话，在哪儿学来的？街东头那儿说书的学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听起来，应该是大侠的意思吧？哎，对了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我这不是知道你又被欺负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仙女呢。你还别说，我还就是仙女。哎哎，等等我。哼，又是一无所获。灰教主，自从上次与萧绝交手被他逃走之后就没找到。不过请教主放心，属下的人已经有了他的消息，相信不出几日便可将他抓回来。找到他，我亲自去。对了，玲玲现在在哪儿？啊，今天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大小姐，属下的人已经去了，尽管将小姐带回来。嗨，算了，她最近总想往外跑，那就让她在外面玩一段时间。是，快点，走。教主，此人脖子上带着一块紫玉。都找不到，要你何用？关羽，可别不相信我，
我一定会成为大侠的。那时候跟他们学了好多招式，哎，轰轰轰轰，厉害吧？啊，奶奶，奶奶。玲玲来了，奶奶，您最近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奶奶在屋里多待一会儿呀，闷得慌。哟，小满呐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。你这是又和人打架了？你说说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还老和人打架，你怎么就不长长心呢？啊？净让玲玲笑话！哎，快叫奶奶看看，哪儿受伤了？奶奶，我真的没事儿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哎，你看看这。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外头风大，咱们进去吧。哎，好，好。奶奶，我给你熬药。哎。哟，深藏不露啊！没想到您还有个值钱的玩意儿。这个呀，可是我从小带到大的传家之宝，可远观，不可近看。去，真稀罕。不过，要是你想看的话，也可以，叫我声大侠。切，想得美！接你的药吧。哼，这样就不叫。
这附近有名的鬼林，平时啊都没有人敢来。听说里面有很多的冤鬼。真的呀？瞧你吓的，这才有点女孩子的样子吗？去你的，谁吓了？哎，等等我啊。仙族魔影，名不虚传，被我费了八成功力还能在我手里逃走。哎，教主，他已经中了我的噬魂杖，跑不远，让我搜。是。哦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喂猪的。找到什么？这个遗孤，为收了南宫翼的噬魂杖，奴就要死去了。
我死了以后，内力将全然消失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将它转手于你。前辈。
前辈，前辈，前辈。肯定是被前辈说的那个圣灵教主南归一给抓了，狗贼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怎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？我听说南宫义教主可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义之人。那你说前辈去哪了？他一个重伤之人，肯定是被南宫义抓走了。再说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干嘛一直护着他？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不是没有尸体吗？说不定前辈还活着。对，对，还活着。哎，你上哪去啊？回家。哎，你怎么每次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啊？你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哎，上安排人手，尽快找到身带紫玉的天蟾谷后人。是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
小姐，你可回来了。小点声，你这次可是晚了一天呢，再这样我可不帮你逃出去了。好了好了，怎么跟我爹一样啰嗦。哎，最近教中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呢。我爹今天出去了吗？出去了，下午才回来的。那他可有带什么人回来？人？没有啊。哎，小姐。哎，你知道有谁去后山采药吗？不知道。走开。你知道有谁去后山采药吗？不知道。走。琪儿，琪儿，小姐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密切观察着我爹，一举一动都要向我汇报。啊，我，小姐，您让我去观察教主啊？嗯，对啊，你是我的贴身丫鬟，不会有人怀疑你的。好吧，快去啊！哦，婉瑜，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已经查到了，就在离树林外不远那个村子，属下的人已经去了。好，教主，御魔宫掌门求见。洛山，我芷洛掌门大驾光临，稍有怠慢。来人，挡茶。南宫教主无需客气，现如今这江湖都以圣灵教为首，以南宫教主为尊，我御魔宫自该为南宫教主献上份薄礼。洛掌门，你有心了。青儿，将御魔心经呈上来。你可比这世上大多数的男子都懂得识时务啊，请放心，以后你御魔宫有用得着我圣灵教的地方，必义不容辞。如此，洛某在这儿先行谢过。
教主，我门中还有些琐事，就先行告辞了。我送送洛掌门。不必了，教主请留步。那慢走。圣灵教、天龙门、天蟾谱，这题中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。但愿不要牵连到阿满。奶奶，哎，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？不用，奶奶呀，什么都不用。你卖草药的钱，攒着点儿，把玲玲给我娶回来。奶奶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。玲玲啊，可是个好姑娘。你早去早回，可别跟人打架了啊！知道了，走了。哎，徒儿不明白，师父为什么要将本派的武功秘籍交给南宫翼？南宫翼灭掉了各大门派，先又杀了天龙门掌门萧绝，现如今只剩下我玉魔宫，你觉得南宫翼不灭我满门会罢休吗？主动交出秘籍，说不准能保住我宫中其他人等的性命。那这样一来，南宫翼这个大魔头就真的天下无敌了？未必。天下之物相生相克，尤其是我派武功，若不是被情所伤者练就，怕是要适得其反，走火入魔。教主说你有样东西落下。什么？你的命。南宫狗贼欺人太甚。
紫玉，一定是紫玉。奶奶，不，得赶紧回家找奶奶。教主，昆宇有事求见。进来。教主，事情办得如何？回教主，事情都办妥了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咱们派去寻找千祖魔影的人都被杀了。被杀了？什么人干的？属下不知，但是属下查看过尸体，此人内力极其强大。属下本以为这世上除了教主，不会再有武功如此高强之人。哦，对了，他们身上皆有一个三指掌印。三指掌印，蛤蟆神功。果然是天蟾谷后人，我找了他们18年，整整18年。快去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把人给我抓住。记住。要活的。是。哇塞，
谢你18年来的养育之恩。孙儿还没时间回报你，就奶您放心，孙儿一定会替您报仇的。是你们杀了奶奶！小姐，你找我。琪儿，今天教主那有什么动静吗？教主今天抓了个人，现在关在地牢那儿。抓了个人？嗯，什么人？在哪儿抓的？不清楚，听说是昆宇带人去抓的，还是个年轻人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哦，不过他身上倒是有块紫玉。紫玉？嗯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开门，我要进去。教主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小姐，请回吧。你守着。哦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先不说那么多，
我先救你出去。玲玲，快走！琪儿，你先回我房间。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我病了。小姐，那你别废话，他们很快就醒过来了，快回去。哎，小姐。不行了，慢点，阿蛮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冷，我好冷，冷。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玲玲。啊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知不知道？奶奶已经被他们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阿满，对不起，我记住我，不好，他们追过来了。等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我再给你解释。对，那边，对，快追，对，那边，对，快追，快走，对，快，快。大小姐，
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小姐，你是圣灵教的大小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隐瞒你的。站住！看你们谁敢上前！大小姐，我们是奉教主之命行事，请您不要阻拦。今天有我在，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大小姐，你先是借故接近我，然后又三番两次的帮助我，取得我的信任，还假装喜欢上我。然后你们悄无声息地杀了奶奶，又抓了我。你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。我不是要你有意隐瞒之分，我不知道奶奶会死，你是相信我了。多谢大小姐三番两次的救命之恩，若有机会，我一定报答。可我与你们无怨无仇，为何就是不肯放过我？十八年前的事情，我一无所知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你们送太小姐回去。这是哪儿？我是死了吗？怎么见到神仙了？孩子，你没有死，你本名叫独孤鱼，是天蟾谷的后人。十八年前天蟾谷惨遭灭门，我侥幸逃出，救了你，却也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。无奈我将你搁在一户人家门口，我将自己毕生的意念和功力寄存在你所佩戴的通灵紫玉之中，出现在你的梦境里。梦境？对，梦境。
这通灵紫玉集天地万物精华所生，是我天蟾宫宝物，更是你身份的象征。我在这通灵紫玉当中与你朝夕相处18载，早已与你融为一体。每晚我都会指导你出来练功啊。怪不得我每天早上醒来浑身疼痛。所以这个紫玉就是那群人追杀我的原因。不对，应该还有千足魔影的原因。千足魔影啊，是之前巧遇一人临死之前托于我的，他还将他的内力传授于我。本来还以为是因为这样奶奶才会，看来现在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。怪不得我在你体内感受到深厚的内力，原来是天龙门的掌门把内力传给了你。孩子，你是我天蟾谷的后人，又有极其深厚的内力，我现在就可以把蛤蟆神功传授于你。蛤蟆神功？没错，南宫翼为抢夺神功秘籍不惜屠我派晚，但他却不知道这蛤蟆神功根本没有秘籍，只有心法和口诀。300年前，我们的祖师不慎跌入毒潭，被毒血蛙咬遍全身，后来误食了金蝉解了毒，这才练就了蛤蟆神功，继而也就留下了这满身的金蝉血脉。也只有我们这金蝉血脉方可练就蛤蟆神功。原来如此，南宫翼一直以为这蛤蟆神功秘籍在我身上，可是他却不知道，就算真有秘籍，他也练不成蛤蟆神功。没错，练成子宫你体内的冰蚕之毒自然而解。女儿一个只练进子宫，虽可天下无敌，但子宫亦正亦邪。你虽有深仇要报，但一定要心怀善念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老李家被盗了，有一大群盗贼啊。是吗？对呀。哎，后来咋样了？后来啊，被一个大侠给救了。哟，大侠怎么称呼啊？不知道啊。哎，白菜，新鲜的白菜。无名大侠呀？对呀。嗯，白菜啊，不，蔬菜啊，蔬菜啊，新鲜的蔬菜啊，自家种的蔬菜。自从这无名大侠出现以后呀，咱夜里出门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对呀，你说这无名大侠到底长啥样啊？我也想知道呀。来，先吃包子。无名大侠。是，现在江湖上广为流传，还说此人是天蟾谷后人。好一个天蟾谷后人啊。门徒消息，本月15，我要举办推选武林盟主大会，特请无名大侠出席。是。江湖之中风云再起，擂台之上剑啸红尘，现召集各派武林高手共聚一堂，特邀武林新秀无名大侠前来一会。这无名大侠就是厉害，竟然得到了圣灵教主的邀请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太厉害了。感谢各位掌门前来啊！南宫教主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来坐。哎，好，好。各位掌门对这次的武林大会，可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南宫教主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由您直接担当就可以。哈哈哈哈，不可不可，这样不合规矩啊！哪里哪里，以您在江湖的地位，这武林盟主之位，非您莫属。
由您担任，我们心服口服呀。是，各位，感谢各位的抬爱，感谢，感谢大家。来，请喝茶，请，请。什么人？这，走，看看。敢问阁下就是无名大侠吗？久闻南宫教主侠义之身，在下岂敢成为大侠呢？放我出去！你干什么？小姐，教主有令，您不能出去。无名大侠，就凭你？也想做武林盟主？不知南宫教主是否记得，18年前您为了称霸武林，不择手段夺取了各大门派的武功秘籍，然后将其灭门之事呢？这南宫教主人凭武林有无功德啊？这国货就是在骗人。有这等事？你到底是谁？天禅谷的后人独孤鱼。天下英雄尽在此地，难道仅凭你一人之言？你可有证据？我就是证据。南宫翼，没想到我找了这么久，终于被我找到他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打不开于无灵吗？因为他只有金乌血脉才能开启。多年前你杀我亲人，屠我派满门，今世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本人干得漂亮，就是我做的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南宫教主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如此卑鄙小人。刘刘，不是我，刘刘，不是我。
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江湖上盛传的那个无名大侠，在江东地带救了一大户人家，那可是整整37条人命呢。可不是嘛，这无名大侠武功高强，侠肝义胆，是江湖上少有的英雄豪杰呀。我可听说这无名大侠是天蟾宫的后人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喜不喜欢啊？这个特别好看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个你见过我女儿吗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我是武林盟主。我们快走，赶紧走，别影响我生意，臭死了。我是武林盟主，我是武林盟主。走走。我是武林盟主。我是武林盟主，你见过我女儿玲玲吗？我是武林盟主，你见过我女儿玲玲吗？我是武林盟主，玲玲，玲玩你现在儿，大傻子，傻子，傻子，大傻子，傻子，傻子。话说现如今这天下一片混乱，老百姓是水深火热，灾难重重啊。不过江湖传闻有个无名大侠，也不知姓甚名谁，大家都管他叫无名大侠呀。这个无名大侠是生就的一副好面孔，练就的一身好武功，行走天下是杀富济贫呐。自从有了这个无名大侠，老百姓再不受欺负，土匪们再也不敢打家劫舍，可谓是天下太平，帮了老百姓大忙啊。竹林惊天动地一战中，石飞舞的独门兵器竹片剑对战上是锋芒毕露，参差子母剑两剑便是两块磁石，在石飞我手中变化出多种形态，出奇制胜，正可谓是一剑挑四号。声明夫差，还真没规矩，爷爷说书的时候不要打断我。我们回家吧，爷爷。快滚！爷爷，我们先走。真是好故事啊！说吧，列位，切莫太较真了。今日这书啊，就说到这儿。方才开始，怎么说完就完了呀？莫问江湖路，他乡烟雨深。老张，可知道我是谁吗？剑南宫，刀司空，杭州两大武林世家。谁人不晓？阁下一定是彪行天下，司空举主。都是江湖人抬捧，当不得真。在家第一次听老张说书，感觉甚为有趣啊，斗胆留老张再说上一段。我爷爷倦了。大叔说的没错，江湖人倒口是心非。浪说曾分包书金，谁人变得伯牙琴。既然局主想听段书，那再说一段也无碍。不知局主想听哪一段？我就想听这位姑娘刚刚口中说的大叔石飞我。
次见到大叔是在西湖边。正值西湖河灯会，我陪月华和红烧二两位姐姐泛舟，他们都为了一睹苏公子的风采，我看不见，却无比好奇苏公子身边的他。就图一个痛快，大丈夫在世就招。我对男人的了解都来自爷爷的说书故事，后来我总觉得大叔就是从故事里走出来的人。他像西湖那晚的风，吹入我的世界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醒醒，后会有期。醒醒，醒！好大的喊声！可不是嘛，吓得旁边都不敢坐人了。这老板担心他没钱付账，就让我过来问。这不问倒好，一问直接倒头就睡。他的酒钱我替他付了，就让他躺在那儿吧。哎，好。芊芊，你认识他？我记得他。有时候啊，我真怀疑你什么都能看得见。就是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才记得。哎，爷爷拿故事去换钱，你却把钱给这酒鬼。是你说的，酒鬼都是有故事的。爷爷说书的段子都是武林传说和秘闻，爷爷说自己讲的都是真事儿。说我听过太多次后，越发好奇，越发崇拜，最后都变成了质疑。我总是想，江湖上是否真的会有那样有趣的人？我甚至会去憧憬，和故事中的人相遇会是什么样？一个酒鬼也不错。别人都说他是一个没出息的酒鬼，可我知道，大叔不一样。半年后，他果然成为了爷爷故事里的人，一剑挑四号，整个杭州城都在讨论他。丫头，是你帮咱家付的酒钱。大叔，以后酒钱自己付。咱家有朋友了。大叔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石飞我。好奇怪的名字。一个名字而已。你明天还来吗？你唱歌我就来。他到底是来喝酒还是听我唱歌？一个普通人。普通人长什么样子？好长的胡子。懒得刮。缺德了。啊，大叔，你带我来这儿就是想换个地方喝酒吧？不是。
什么？这是星星，现在就在你手里。星星。想去看，你会看见。今天是我四平镖局的开锅大会，在座的除了我镖局的自家兄弟之外，都是道上的好朋友，我们就大口喝酒，敞开吃肉。好！我四平镖局能够纵横江湖30余年，都是道上的朋友们多多赏面，希望日后大家继续不离不弃，护佑我们镖局的各位兄弟，为我们四平镖局出生入死，在此司空平拜谢各位。酒言够了，开锅。同志，这是何人啊？来这里的无非就想疯狗肉吃。大家虽然没见过此辈，但却早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。原来是一剑挑四号的英雄到了，那我等今日可是三生有幸了啊！这商山四号每一号都是江湖上排得上名的大人，竟被你一人送。敢问十兄弟师承何门？江湖浪子，无门无派。十兄弟也想分骨头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四平镖局的开锅大会意在能者吃肉，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吃。分肉可以，但总得讲个规矩。怕我跟你抢总镖头？总得说道说道。怎么着？身手啊，司空君，我已经吃上这口肉，按照规矩，十兄弟不必多言。
四平镖局是个讲规矩的地方，大家能在一起吃肉就是自己人，老夫也自然会给你一个说法。今日起，十兄弟便是我镖局的镖头，与众位镖头平起平坐。十兄弟，你看可好啊？承让，承让。大叔好像不开心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真正难过的时候是不喝酒的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也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讨厌的人？对，跟路边抢骨头的野狗没什么区别。大叔，我不要你变成一条狗。如果我不是你想要重量的，也不是你爷爷书中说的那样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大叔，你蛮好的。那我带你和爷爷离开这里吧，我带你去治好眼睛，然后我们去看大海，去看雪山，去看大漠，找一个远离江湖的地方，明日就出发，可好？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能看见一样，天心的皓月，楼外呢喃的秋风，远处的点点灯火，身外的尘嚣俗躁，都一下子变得那么遥远。天下间，仿佛只剩下了我和大叔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我终究没有勇气去回答大叔。小地方来的，没什么规矩。お前は宝をどこに隠してやがる？それはお前のものではない。死にたいのか？お前は誰だ？哼！一斉にかかれ！お前は誰だ？一杯加えてみてえのか？我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，这么难吗？十兄弟，救人！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惹上扶桑人？陈年往事了，不提也罢。这么说来，石飞我离开杭州前，那些扶桑人都是来找他的。你知道的应该比我懂。那日在开国大会，他虽然刻意隐瞒自己的本门武功，但是我仍然从他的功夫和武器上看出那是扶桑的二刀流。现在想起来真是居心叵测。是啊，操的很奇怪。原来那石飞我是扶桑人。大叔不是扶桑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哎呀，咱们都是来听故事的，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呀。姑娘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谁。一个月前，我四平镖局委托了一单镖给石飞我押送。大家知道这一单镖押送的是什么吗？
石兄弟，请。这个世界真是奇怪，你想要的人家不给，你不想要的又给你送了。石兄弟，当真舍得这江湖？浮华若梦，有何不舍？师兄弟，老夫知道你有一位红颜知己叫浅浅，可惜是个瞎子。师兄弟，请。司空局主，此言何意啊？我有办法医好浅浅的眼睛。局主，有话直说。好，侄兄弟如此爽快，那我就直说。镖局里有一趟镖，你要是能护得了此镖，四平镖局必将心服口服，奉侄兄弟为总镖头。如何才能治好浅浅的眼睛？老夫与那诡异杜仲有交情，可以为他换一双眼睛。你可骗过我一次。石兄弟，你知道我这次要你押送的是什么吗？有什么关系吗？神龙令。在哪儿？川西打箭炉。那首歌我听过，是别的女孩子唱给你听的吧？大叔留这么长的胡子，就是为了让别人认不出你？我信不过别人拿刀对着我。那你就不怕我伤着你？这不是刮的很好。丫头，嗯，我要出趟远门。大叔，那晚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以为你忘了。我现在回答你，可以吗？等我回来。要去多久？本则半月，本则半月就好。我哪儿也不去，就等大叔回来。如果我知道大叔这趟镖是为了给我一双眼睛，我一定不会让他走。现在看来，此子狼子野心，老夫所托非人，却不论石飞我是不是扶桑人，但这镖押的可是神龙令，这分量
家都知道，所以不是老夫欺凌弱小，而是实在要为武林要个说法。要什么说法？不就是想用我们引大叔出来？局主，和他们废什么话，直接带回镖局，等那个姓氏小子来叫人。秦局主，怎么说大家也是老相识，这是何道？司空局主，你得在来了我的地方，老子好心好意的去接应你们，你们呢废了老子的嗓子头，今天那笔账我们该算一下了吧。秦烈，难道老夫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？当年神龙令的出现就是为了阻止天罚剑祸众生，只可惜啊，神龙大侠早已现有，这个江湖依旧还是那个江湖。200年前一柄邪剑天罚出现，江湖上门派势力相互厮杀，一时掀起了血雨腥风，江湖上人人欲夺天罚剑，称霸武林，号令天下群雄。为了阻止这场武林浩劫，一个少年横空出世，夺下了这把天罚剑，他与天下群雄约在这峨眉金顶之上了结一切。那日佛光出现的同时，那个神秘的少年龙一终于出现，少年龙一以一对群雄，最后击败天下高手，阻止了这场武林浩劫。龙一最后拿出一块玄铁令牌，此令名曰神龙，与天下英雄约定，见此令神龙门有求必应，专管这武林之中不平之风波。石兄弟，我准备了一车药材，为了掩人耳目。这个东西带在身上不会安全的。那即刻返回，越快越好。原路返回？不，走最偏最绕的路。镖局的朋友来接应咱们了，不是说了不要叫人吗？石兄弟，野镖手没经验，也许不知道，出门在外靠的是朋友，镖局之间互相帮助，这是情谊，也是相互规矩。如果不是朋友呢？
镖局，四海皆兄弟。十兄弟都绿了，进了藏区以后，要是没人带路，很快就走丢了。走，何字的，久违了。啊，兄弟伙们，咱们这老段辛苦了，起。有劳了，跟上，起。进藏区？你怨什么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加州镖局连江湖道义都不讲了吗？狗屁！江湖道义，谁他娘的都不是莽子。今天要不你们告诉我这里头装的是啥子？要不然一个都不要想走。心里，你糊涂。现在马匪来了，就算你捡了镖，我也到不了你手里。他们早就和马匪勾结好了。这位。就是一箭挑四号的是非我吧？此路同行不同心也就罢了，没想到江湖人心竟如此险。少废话！今天要不交出东西，要不然老子跟你死老虎！石某性命，石某却无意杀你。你想咋子？此事细末，我不会和司空局主言语，一切就当未发生了。江湖在前，走！官职之仇，老子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今天你他娘的要把劫镖的死盆子！扣在老子的头上，逮到石飞我，自然见分晓。用不着，来嘛，我们手底下见真章。秦局主，招子放亮一些，看看周遭，免得打了眼。今天是我跟他的恩怨。用不着别人插手，且锁神捕。六扇门的人什么时候也开始掺和江湖恩怨了？关门中人不涉江湖，今日薛某有要案在此，各位朋友请各方便。江湖恩怨蝇营狗苟，我等免不了俗道也罢了。没想到六扇门的捕头在的同时，七杀山庄的庄主百里无赦也露面了。
薛神捕的目标可不是老朽啊。捕快没有权利选择犯人。我一人不代表任何人，只是一个总黑发人的白发人。百里庄主，久违了，别轻举妄动。杀人偿命，原来杀手也懂这个道理啊。司空局主，杀我儿子的人在哪里？留神李靖画板，把和尚，吼！找些柴火准备生火。哎，看我干啥呀？四处看看去。这八朗山路的后半夜雾气很重，寒冷刺骨。一会儿我叫人拿火把地烤热，再铺些干草，睡着了就没那么难受。有劳鲁大哥了。师兄弟客气了。风雨的路人最难躲的是这巴蜀夜雨，都是避雨的，无妨。多谢。请问兄长，引火带着刀剑做什么生意？你也背着刀枪做什么生意？我以长息之人，这花枪不了你的眼里。萍水相逢便是缘，自便。哎，说来就来，这邪乎劲儿。这荒山野岭一介破庙，日后就成了你的。那我说你了吗？我说的是雨。荒山野岭的装神弄鬼。老爷何止一次。哎，兄弟们，哎，兄弟们，外面的雨太大了，哎呀，我就转到一户人家，就弄了点粗粮。石镖头，你吃一口。啊，我这还有一壶苞米酒，虽然酒也不好，但是吃点能御寒的。石镖头。放着大路不走，偏要走着偏远小路，活受罪。客官又是担担面喽。老头儿，别来素面啊，有点肉馅儿，清汤挂水可没法吃。要得，你等着哈，马上就来。
镖头，吃口热乎的吧。在门外等你。やっと見つけたぜ。長い時間をかけてお前を探してんだ。もう逃すに。想杀老子的人多了。就你吧。一起上吧。可死。好一把杀人无影的青玉流，是你救了罗大人，杀了这些扶桑人，也不全是。这个小姑娘也出了不少力。苏兄专程从杭州来找石某喝酒啊？我这个人从来不爱占朋友便宜。刚刚你解决那帮扶桑人费了不少力气，我也出些力帮你解决些问题，一会儿我要杀你也算公平。费先生，今晚的事儿不用你插手。走吧。
此刻，我应该称呼你苏兄弟，还是称呼你七杀公子？艾迪少城，你为何叫自己石飞我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。那我比你强，我还是叫苏少勇吧。这是我曾经很重要的一个人给我起的。对于你我而言，一个名字就是一种人生。杀石某的活是苏兄自己选的。难道你这一生都是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拿剑？人啊，最无奈的就是没有选择。但这一次，我答应了叶明，要回去。今夜你我，总有一个人要解脱吧。拿起你的剑吧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这样我会很不开心。是石飞我杀了我儿子。我和镖局的人和在场的所有人都亲眼所见，是石飞我的剑刺穿了七杀公子的胸口。天不佑，我儿长生，奈何。百里庄主节哀呀。今日我要的是石飞我的命，旁人无关的都走吧。百里庄主，你未免也太霸道一些了吧。哪个晓得你是不是明道为你儿子报仇，实际上是为了得到那神龙鳞。百里庄主手下留情。该留情的应该是诸位呀、啊、神龙令也换不回我儿子的命啊，请诸位不要质疑一个父亲的心。听说你能等来石飞我。老先生，我替大叔还你儿子的命，可好？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今夜他不来，我就只好杀了你。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过他？石飞我是我的犯人，我一定要带他回六扇门。你管得了吗？朝廷不想管的事情由着你们啊，朝廷想管的事情就一定管得了。他杀我儿子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管？你们可知道为什么那些扶桑忍者要来找他？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知道七海贼王那富可敌国的宝藏事关江山社稷。你们想跟朝廷作对啊？一笑寒冬九十城，那是三年前的事儿。
纷乱的南海七岛，盘踞着海盗和倭寇，他们被一个叫萧谭笑的男人统一了起来，自称七海贼王。这七海的财富被萧谭笑搜刮囤积，成了京师的宝藏。朝廷自然无法坐视这股海盗的猖獗，参与了那场海战。在神龙大侠龙八的带领下，官军武林人士对贼寇们进行了清剿，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。一代枭雄萧谭笑也被龙八诛杀，可是传说中的七海宝藏却无人知晓。七海贼王虽死，可宝藏的秘密却被这个石飞武带走。扶桑人一直觊觎着宝藏，所以才会跟踪他来到中土。这叫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。朝廷此刻需要这笔宝藏，所以石飞我断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死在你的手里。拿我儿子的命怎么算？朝廷律法自会给你交代。如何信你啊？相信你们也收到了那个人的信，石飞我今晚一定会出现。标的图，大家掰了吧。师兄弟，你这是何意？这趟镖太形象了，再走下去，我们都会死，但我们非去不可。你不会是想一个人拿着镖跑的吧？在镖头，石某下次再难顾你们周全。石兄弟，石兄弟。没有意义，我不想你们陪葬，就这样。石兄弟，明日我陪你一起。落镖头，江湖再见。将何须做陈年，长生不必添假年。这位兄台很面熟啊，我们是第一次见吗？不重要，有酒吗？不用晚喝。管够。喝酒不看喝什么用什么，重要的是为什么喝？和什么人喝？我猜你喝酒一定跟我很像。你话可真多啊。
我看你也不像读书人。叫什么？我都没想好自己还能是谁，所以叫什么不重要。此时非我。好，就叫是非我吧。我一直以为九品就是人品。剑法就是性格和阅历，师兄这剑法甚是诡异，既有名家剑法，还有黑道路程和邪教痕迹，更诡异的是还有扶桑二刀流的招式。你刻意隐瞒自己的剑法，却暴露了你的人生。苏兄有何指教？师兄的剑法大开大合，只攻不守，想必是师兄性格使然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计后果，全情投入，但这样必然落下破绽，怕有心人利用师兄这一点。是人就有破绽，剑法也一样。倘若日后交手的人是在下，如果他日真遇见，我的剑法依然是如此。好，痛快！大丈夫在世，就当如此。长生的生活，我早已经不想过。苏少有的生活，我也无法选择。你既然还有的选，就当我成全。我不用。这趟镖不能走。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放马探路已经来了太多人。沾了朋友血的剑，
也不能再用了。一剑未背，替我陪苏兄看看这青山绿水。得失不过两分意，巨流只随一寸远。上有言，言无空袭，有无空访。诸位是冲着石某来的，还是冲这个东西来的？谁来说个章程啊？滚！你是冲人，还是冲货？我每日挥刀死白行，诸位竟是以斩吞命，你的钱呢？我找不到马金南，放我的痕呐！金哥，我就用这个刀柄子扇你那个耳光子呢！你可知道今日此剑拔出却在哪收获？知道，冰姬就是想让主人拔剑。为什么非要我？玩着你这么多年，终于都见面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石某未曾见过二位。余京南，我哋系武当清风道长坐下嘅徒弟，今日我哋就嚟清算一下十年嘅恩怨。阁下不敢拔出这剑，是不想以真名见人吧？我以为我是谁只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没想到对你们也那么重要。获罪于命，天罚也。相传这把200年前引起血雨腥风的天罚剑，被龙一带到铸剑峰顶，封印在藏宝石中。百年藏剑，剑气有灵。沉睡的天罚化出一女婴，被铸剑山庄收养。此女寡情少言，取名冰姬。剑有灵，会则主。老夫有幸参与了6年前的名剑大会，那天的铸剑峰石破天惊，剑法重现人间，所有人为了这柄邪剑打得不可开交，却不想剑法剑被一个叫余金兰的白衣少年拔出。领剑法者，发人罚己。金兰中了魔，血洗了整个铸剑峰，那一剑老夫可是刻骨铭心啊。
非那个死飞墨就是天发剑出于金兰？说起来这小子倒也算个人物，因为这天发剑被江湖各派追杀，直到武当派掌门清风道人出面，与于金兰约在长安的一笑阁比试取剑。这清风道人乃是武林的泰山北斗，他担心于金兰这小子年少气盛，死在这复杂的江湖争斗中，于是他提出了与他比试，哪知这小子不识好人心，在比试前的酒中下入了化工散。可江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就算明白也必须不明白。也罢，无非就是想替清风老道拿回面子，何须这般虚度。我要知道他是个背后下毒的小人，镖局里岂能容他？你我在江湖漂泊多年，见过更毒的东西。艾丽庄主，此言何意？大家各怀目的，与其藏着掖着，不如大胆地说出来吧。什么意思？老夫要的是神龙令，百里庄主想要的是天罚剑，秦局主想要的是石飞我的手指，薛神伯想要的是七海宝藏。放肆！本官乃朝廷主人，难道要与尔等分赃不成？老夫觉得司空局主所言极是，大家各取所需，把东西抢过来，然后按江湖规矩分呗。你是谁？为什么穿着这副铠甲？未来走到你看艾丽特爱打的。小三，我们兄弟たちは七つの海も駆け回り、楽な暮らしを知った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。たとえ、六門と新流門の人が喧嘩を打ってきても、場所を変えればいいじゃ。なぜ我らを捨てるのですか。所以你就穿着我的铠甲，用我的名字继续做海盗。俺らも飯を食うために。说下来也是我连累了兄弟，走吧，以后好自为之。交わりをやめて用心だ。夜を降りる、明日で、わらここに隠れ。兄
兄弟たちの宝どこに隠してやれ。まだ剣を持てんのか。伤无主者死。かかれ。客气，所有事似乎已经有个定数。原来我只知道剑灵应该有一个主人，冰姬只想跟在你身后。后来你说我不懂这尘世，冰姬以为主人懂，小心翼翼跟在你身后十年。听久了，是非我的那个女人是神龙门的人。当年我和龙八剿灭七海贼王时，龙八身边带着一个女弟子，想必就是她。只是不知道这个龙九和石飞我是什么关系。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唱小曲儿，这小子就会祸害女人。凑这局的主人终于出现了。在沙漠时，我已经用琴声提醒你不要再走下去了。为什么我们非要这样见面？
你这不是又救了我一次吗？你要是早说，把那些倭寇和海盗抢来的宝藏散给百姓们，我师父也不会伤我。那我的努力不就白费了？灵机是天发剑灵所生，鬼的剑等于杀了他。天发剑力气太重，你会被反噬，成为嗜血杀戮的魔头。动手吧。我带天罚剑回山中，不再出事，绝不伤他分毫。我已经抛弃过他一次了。你带着他，江湖不会放过你，非要见毁人亡。好，你带兵急走，但是神龙令要暂借我的用，我要用它了结一桩事。你一定要这么坚持。对啊。黄图霸业笑谈中，机关算尽，一场空啊。还去吗？去啊。这辈子我就想做对一次决定。这些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？醉生梦死，早睡早起。此刻你到底是花错还是石飞我？此刻你是苏软儿还是龙九？罗镖头，任务完成了，这回到杭州就高升总镖头了，为何心中不悦？这一路上都是石兄弟在保护我，现在我们却拿他当挡箭牌，在下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罗镖头不愧是江湖老何呀、啊，老话说兴家兼赛神仙，这戏都演到我们这儿来了。罗镖头，看好货，千万别有差池。花公子放心，货在下一直带在身上。我真是太大，原来这……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夜都合衣而睡？没想到司空局主居然请出了花大少，在这儿玩螳螂捕蝉。这镖只要到了司空局主手上，谁送？这趟镖不同，我与司空局主有个约定，他许了石某一个不能拒绝的礼物，原以为他真诚待世，没想到他竟然信于人。大丈夫可以让人爱，让人恨，但不能让人骗，让人怜。石大侠，说起骗，也是你先骗四平镖局的。
当初你找来商山四号来劫镖，配合你演了一出监守自盗的好戏，你真以为天下人就这么好欺？是你告诉司空明，你和司空老儿一起耍我。沈兄弟，你消消气，这趟镖谁走还不都是一样？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与这位花大少的渊源吧。今日这事儿，善良，我看你本来也不想善良。明明知道放了他那么多人呢，你却一定要去得罪全天下人。这全天下人能放过我们花家？这些年你又何尝放过我？当年你在酒里放话公子，害我被武当派的人追杀了，也是你干的吧？你在长安城沦为丧家之犬，最后不也逃回花家避难吗？父亲原谅了你的年少，可你却跟你母亲一样，不知找丢，不知而已。摘镖头！别喊了，全被我解决了。花大少，你家的功夫练得不到火候啊。沈飞，我是你们花家的吧？不错，是我们花家二少爷花错。那他惹的事儿，你们花家都得管吧？司空局主此言差矣，此子早就在七年前叛出了花家。花大少，四平镖局的人说你是最后一个见过石飞武的人，本来大家应该到花府要人，你却要大家来这湖畔局，说今晚会交出石飞武，此言当真？一会儿自然给你们个交代。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丫头，跟他那卑贱的母亲一样庸脂俗粉，不过是个唱小曲的吧？原来给大叔唱小曲的是他母亲。如果说让你为石飞我死，害怕吗？这样就能救我一辈子。好，杀死你，石飞我才能安心回花家。花公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见不到石飞我，你们花家可是要有大麻烦的。白丽庄主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？花大少，你可能还没搞清楚情况吧。今夜石飞我不来，这湖畔局
你休想离开。我看是你们没有搞清楚状况吗？今天谁也走不出这湖畔居。好大一股忽悠哎！花家的独门火器轰天雷，不错，我已经在数日前把湖畔居九脚下藏满了轰天雷，只要我别费劲了，逃不出去的。居然用无残刀死封了门窗。我花家最有名的并不是武学，火器和机关术才是一绝。玉石俱焚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是啊，花大少休要动怒啊，咱们何必结下死仇啊？如果今天放你们出去，我花家才后患无穷。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说出来。如果今天我和你们死在这儿，那威胁我花家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没有，而我花家有石飞武在，你们谁奈何得了我花家？这笔买卖我怎么算都比较合适吧。大叔，你不该回来的。欺负我的人，都罢手吧，地窖里的火器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有事冲我来。刘总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老子的事不用你管，石某马上就要退隐江湖了，今夜过后我与诸位再无瓜葛。你们要的东西就在这儿，我一次性还给你。是他吗？不是。
怕是龙九。他很像我曾经的一位朋友。七爷，倩倩，你上船。今日会晤，恩怨搁置，是非不论。石某从此退隐江湖，你我再无挂虑，就此别了。你真的要走？庄主是你的。此刻庄主还是你的父亲。我无法选择什么样的出身，难道连什么样的生活也无法选择？选择。你知道你刚刚选择了什么？难道你真的要一不做步不错吗？你能为华家死，浅浅为了什么？话可以，我宁可把这个姓氏还给你们。你就是苏冉儿姐姐。那是以前的名字吗？以前的大叔是什么样子？我不记得。我们会去哪儿？按照我和石飞我的约定，我们会去诡异杜仲的，让他给你一双眼睛。那他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已经说过我要退出江湖，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论什么。你是华家未来的庄主，你就有责任去承担这些责任。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怕吓到姐姐。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？你还算不算是我华家的子弟？你的雄心呢？你的英雄气概呢？因为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人，你在侮辱浅浅半个字。回头，现在闯了那么大的祸，你让父亲怎么办？你今日放走的那些人，日后必是我华家的死敌。
很累吧？要是太累了，你就不要说话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浅浅是能看见的。我能看见那晚西湖吹过的风，也能看见你在我掌心放过的星河。我能看见大叔说的雪山和大海，更能看清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谁真心待浅浅好。只是遗憾，明明靠得那么近，却看不见你的脸。这么难的决定，就让浅浅替大叔做吧。你回家去吧，有爷爷在，我很好的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以后一定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。我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你们希望我成为的人。走吧，处理完这一切，我只想做回石飞我。这，你以为你想做回石飞？